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节，兄弟啊，我将神赐予马其顿众教会因报予恁知，就是因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，犹原有充足的快乐。在极善乡的中间，要格外显出因关注的慷慨的恩典。三节，我会当证明因是照力量，而且也过头力量，家己甘心乐意的关注，再三的求愿，准因在这个降级圣道的恩情里有份，并且因所做的，唔那照愿所愿望的，佮较照神的旨意，代先将家己献予主，佮献予阮。六节，因为安尼，阮肯提多。既然在恁中间有开办这个宴会的事，就当办好正。七节，恁既然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，甲款待阮的贴心，拢格外显出满足来，就当在这个宴会的事，也格外显出满足来。我讲安尼，唔是命令恁，乃是对别人的热心，试验恁爱心的实在。九节，因为恁知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本来富足，却为着恁成做善行，互恁对伊的善行来成做富足。十节，我伫这个事，将我的意见甲恁讲，是甲恁有利益，因为恁手下办这个事，而且安尼的心意已经有一年啦。十一节，现在就当办成这个事。既然有原则的心，也得照恁所有的来办成。十二节，因为人若有原则的心，的确得到活力，乃是照伊所有的，并毋是照伊所无的。十三节，我原毋是爱别人轻省，恁受加重，是要得平平，就是爱恁有剩的，现在通补因的无够，互因有剩的。将来也通保恁的无够，这安尼才会平平。亲像圣经所记，收济的也无剩，收少的也无欠。十六节，感谢神感动提多的心，予伊款待恁殷勤，亲像我一样。伊个人也是听阮的苦劝，但家己搁较实热心，甘愿去恁遐。十八节。我也找一个兄弟甲伊做伙去，这个人伫福音里得到众教会学了，唔那安尼，伊也被众教会拣选，甲阮出门，将所交托予阮的这个捐款送到，通应耀主，佮表明阮乐意的心。二十节，这就免得有人为着阮收的捐款真济，就来嫌阮的唔是。二一节。阮留心行光明的事，毋那伫主的面前，就伫人的面前也是安尼。二二节，阮阁找一个兄弟做伙去，这个人的热心，阮伫真侪事，捌节节拜试验伊。现在伊因为深信恁，就阁较热心。二三节，论到提多，伊是我的同伴，做伙为着恁劳苦的。论到迄两个兄弟。因是众教会的使者，也是基督的荣耀，所以恁就爱在众教会的面前显明恁爱心的凭据，并我所夸口恁的凭据。